你即摆赶紧把高瑞美搁有掉了。郑燕伊做假笑，我一定要去阻止郑燕骗总裁。我就已经知影这代志后台有人咧变鬼变，我当然嘛要替因讨一个公道。郑燕，我好痛，我敢替侬放火啊！就想要走去跟你对峙啦，好佳哉，及时该告分去，袂去破坏你的好代志。我拄仔是到向你试训，我讲我才激动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个拜咯，暗时八点，天之娇女。我是想讲，明仔若是无签约，但是可能都有变数。看江莹提早甲伊签约。啊，而且进前酒店的小姐哦，伊嘛有讲啦，迄算杨生这个迄破蛋会出手足大方的啦。啊，讲啥物哦？迄新药啊会发大财，这毋是足可疑的吗？天之生计的笑话我拢看过啊，确实是正常啊。就算我要落钱投资，嘛应该无啥问题才对。黄冠中，我是应该第一回电话。你做了啥要创？你要起价哦！你只不过是无说你，该杀跋落楼梯分去啊，然后制造一条假的车祸尔尔，这哪有啥物风险的？至少这段时间，莫让伊走出来乱。咱王副总啊，顺利甲签约完成了，出来接我才有你啦。我无稳准有任何人来破坏我的签约仪式。你赶紧安排，好判断，先离开一阵啊，较免有麻烦。我就已经知影这代志后壁有人咧变鬼变怪，我当然嘛要调查清楚。那不是你派鬼带头，郑燕哪会愈来愈走进去啊？爷，跟我做回来。我无来啦。这是白衣，我哪底白衣啊？都是阮爸妈支持，不过上主要的是有我，上爱的太太小婷。我一定要去阻止郑燕骗总裁。华当的代志哦是处理好势啦，杨哥拄只个性的状况，你哪会伫遐？你敢讲清楚？阿罗，我无说你，让伊听到高仁美的代志啦。你个废物！谁啦？你拄仔是到向你试训，我讲我才激动。